提起倪妮，首先我们会想到的就是谋女郎。倪妮为人低调，不仅颜值在线，身材在线，演技也非常在线。倪妮本人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衣服架子，谁跟倪妮撞衫那可就惨烈了。吊带裙是非常性感的一款服装，很多女明星都在各种时尚活动中穿过，可要想把吊带裙穿出惊艳众人的感觉那可不容易。首先身材要求很高，天鹅颈、锁骨是加分项，前凸后翘要恰当，这些加分项倪妮全部都有。而且在网红脸这么多的情况下，倪妮的脸真的是一股清流，漂亮还有自己的感觉，这就是所谓的高级脸了吧，有特色不落俗。倪妮身穿玫红色亮片裙简直不要太美，这套裙子倪妮是搭配了一双尖头细高跟鞋子，这个裙子真的是把倪妮的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，青春还特别有韵味，让我想起来精灵十三钗中的穿着旗袍出场的倪妮，气场一米八，倪妮的皮肤真的是好多女生羡慕的白得发光。曾经被众嘲拍多少戏有多少好资源都不红的景甜，凭借大同荣耀沈珍珠一角爆红，可是景甜女神跟倪妮撞衫怎么有些尴尬呢？景甜的这身玫红色亮片裙子穿起来有一种廉价的感觉，或许是因为景甜的脸是属于肉肉的那种，所以没有穿出来倪妮的那种精致感。景甜的五官其实蛮好看的，就是搭配在一起看起来不是太亮眼。其实景甜的这套玫红亮片裙子在设计上比倪妮的更加精致，也更有时尚感。景甜的这件玫红亮片裙子裙尾是有鱼尾裙设计灵感在的，这样的设计会让裙子看起来更有层次感，而且下边还有一些流苏，流苏真的很加分。可是这套裙子跟景甜似乎气场不搭，倒是倪妮的真的很让人惊艳。